没有压力，因为他一直让我们一直在笑。啊，没有错过，以前没有错过，这是第一次。自己有空了，可能会自己做了啊，因为可以锻炼你的身体，也可以啊，让你笑一笑，让你开心。在印度。第一次尝试这个大笑瑜伽，蛮好玩的，笑轻气上升，浊气下降。你别说啊，做了那么一点时间啊，时间不是很长，但是还有微微出汗。这个笑啊，让人这个觉得血脉通顺。啊，气色也比较好，而且原来啊，发觉他这个大笑瑜伽不仅仅让你笑，其实他是终身运动的。下次有机会运动，脸部表情也可以注意一下，心情就更加愉快。